我再来分享这一只哦，这一只蛙友已经收场了。我现在估计它应该是快脱皮了。这一只有点像牛奶哦，哎呀，实在是，其实异变的哦，真的实在是很有那个乐趣啊。哦，这只蛙友收场了。因为被我猜中了吧？你看它真的在脱皮，有没有？在脱皮呀、啊！因为蛙吼、哦，在它的整个皮肤如果是光泽，会反光泽啊，有点潮湿这样，它就是要脱皮的状态了。OK，我再拿个水草灯哦，各位看一下。你看它变成什么颜色？很好看哦，超可爱的。好。